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文旦，那再来呢，它的这个屁股呢，屁股呢大概就是很稳嘛，然后呢，可以说是非常有重量，就是就定到，就是它水分很多，汁很多了，所以呢，这样的柚子呢，你在市场上大概拿起来称称看，外观看一下，然后重量看一下，应该要打开以后呢，一定是汁多味浓，非常棒优质的文旦。 Just again.